看来我们暂时回不去了。川宇，你先返程，看一下家里情况。钟离，你跟我走。公子，这次出来本身就耽误了不少功夫，若是被人发现您不在府里，恐怕会有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拖太久。这一次，说不定会有大收获。家里有情况，随时跟我汇报。